我应该去哪儿面对我？ 時間をかけるつもりはない。 凝固吧，玩耍的时间到了，小莫提，过来点，一头犀牛很快就会结束。命令，动きます。そうすればお互い手間が省ける。您飞翔吧。 请将我的力量尽数收下。 飞翔吧。 不许放弃，没问题，不管什么样的困境，我都会和大家一起面对。凝固吧，你不会受伤，很快就会结束，你不会受伤。 不是，不要在没必要的时候展露自己的锋芒。